万宝龙 Minova 表厂以打造高品质和高精准度的腕表闻名于世，针对赛车而打造的拉力赛计时腕表即是表厂的精彩之作，在精准计时领域拥有多项专利。上市记者会宣告全系列商品正式在台贩售，邀请到凯沃运动甜心王新田与百变名模花花担任嘉宾，两人不仅分别以60年代复古女伶造型与现代摩登女郎造型现身较劲，更在现场抢先示范于国外风行近50年的电刷车竞赛，为活动带来趣味与高潮。本人呢比较节俭，所以我挑的表呢一定都是非常耐用，而且可以都戴很久很久的那种，然后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率性的一些表款，然后它是表径是比较大的，比较帅气的感觉。今天两个他手上的跟我自己戴的我都很喜欢，但我私底下本来就也是喜欢中性帅气然后耐用的，可是其实我对于那种经典复古的东西很着迷，尤其是那种计时码表那种，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有一个可以自己珍藏用的。